幸运星八。老板，两份大碗拉面，今天我请客。我刚好没带钱。大碗拉面好了。才一根面条，太坑了。大碗拉面又好了。这里有根面条没有捞上来，自己拉。这个面球好长啊！老人，糟了，全部放家里了。不会没带钱吧？谁说的？妈妈怎么不接电话？送您的拉面抵换券。我这样是需要抵换券的人吗？我需要。走，开黑。都快输了，你还有心情喝奶茶？糟了，这门进水了。